西西，爸爸说要给你一个惊喜啊！啊、哦，什么惊喜？你看视频。西西，你和乐乐过来这里玩呢、啊，我给你们一个惊喜。怎么还要去到这个地方才能知道是什么惊喜啊？那去不去？去，去就去吧。嗯。爸爸呢？哎，我爸爸他发了一个视频给你过来。西西，你到了就在地上挖一个坑先。啊？要我们挖个坑？那挖不挖嘛？那你想不想得到你爸爸给你的惊喜嘛？挖吧，好，挖洞。我们在哪里挖洞好呢？在这里挖个洞啊！我已经挖了。哎呀，你看他们三个都要打赤脚，忘记买那个拿那个拖鞋过来啊！就是啊，都怪你，都怪你，想的不周到。最重要的都没拿。挖深，挖深。草好扎人呐、啊！草好扎人。对呀、啊，好吧，我在上面挖。挖深一点，乐乐那个够了。再挖深，挖深，继续。我觉得那那是在，他就是叠高了，你那里三个人好像不太协调的感觉。看叫谁最最那个啊，最积极，挖的最卖力啊。挖好了，谢谢。爸爸说挖好坑之后就叫我给这个你。这什么呀？这是惊喜？我也不知道哎，这是什么来的？这个是我们哎。哎，掉了掉了，哎，是吃的，吃的吗？里面有张纸条。什么纸条？哦，拿不出来。我真的有条纸条，挖一下。怎么挖？手伸下去，能不能把它？手都伸不进去。想想办法。不弄了。这边的小朋友，哎哎，还丢掉。哎，果然你还丢掉啊！我去，看一下嘛。脾气，现在小朋友脾气咋那么大的啊？真的是可以吃的吗？哎，好好吃，甜的。但是里面有个纸条，把它拿出来一下啊。先把倒出来的纸条拿不出来，糖倒出来了，但是纸条拿不出来，完蛋，拆掉。哎，那边不是可以搞开的，看没有的，中间就可以搞开的。那我们现在把它那个看一下是什么。捡一堆鹅卵石到坑里就能找到下一个锦囊。这么小的石头，石头太小了吧？太小。天外飞仙，找些大一点的。你在这里挖石头啊，西西？这里。你往后转。哦，对对，你看乐乐那里大把的，这里这么多石头，好容易踩。哦，这么多石头 ，OK， 好，再倒第三头，乐乐也来，继续，这是第几桶了呀？第四桶，第四桶哦，来到，乐乐呢就在挖石头，西西呢就在搬石头，哦，继续倒了两桶，我也倒两桶，再倒两个橘子。我看不了了，装什么？还要抢着倒石头，把石头倒下去。啊！嗯，好，来，捡好了。爸爸叫我再给你一个。啊？怎么又是再咬啊？我开了下。嗯，有纸条。嗯，拿开。这糖是什么味道呢？它是可乐的。对呀、啊。嗯，你来吃下。啊，全倒完了。是什么味道啊？可乐啊，就是可乐味啊！请捡一堆柴火。你不想捡了是吧？那怎么办？那我们坑都挖了，鹅卵石又拿了，我们要放弃哦。走走啊！放弃吧，那走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哎呀！他们拒绝，他们罢工了啊！快点呐，太阳下山了，大哥。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两个裙子啊。哦。520202024，继续继续的，520202024 ，OK， 好，要拍照，你要拍什么照？拍这个，好吧。不干，这个不干，我干很干呢，很干是吧？哇，好吧好吧，这里不是大把柴火吗？是不是？他们怎么会枯死？到冬天他们就枯死了。你看这些不是现，这不是现成的吗？牛粪还可以烧的。
妈妈抱过去。我才不要，不是我们捡这种，捡这种它已经掉下来的。谢谢。嗯，这里不是大把的吗？这么多。好，我要扔了啊。后面有专属树。有什么果子？他那个吃，这个是什么果子啊？我刚给他吃了。那个野果子不要乱摘，它有毒。是这里有个洞，他这里还挖了一堆的泥巴，有可能是蛇洞。哎，两个洞，那里又有一个，不是什么洞啊？我们先不要去管它，不惊动它，我们捡我们的柴火。那有洞，嗯，好，我们现在把柴火先捡过去，全部抱回去种，可以吗？好的，现在把它抱走。哇，这么厉害，姐姐你捡这么多啊？多个人才捡这一点呀？嗯，好，就捡到哎。吃了，吃了，捡回来了。哎，你过来了。烧着干嘛？啊？烧着干嘛？嗯，为什么要烧这个火啊？烧鸡。烧热了，要把鸡埋进去啊。啊？干嘛？你要他们挖个坑，就是为了摇鸡啊？果然是惊喜。好吧，你把我当免费工具人呐、啊！平时都不干活，现在肯定要干点活才有的吃、啊。这个好，这个好办法啊！就是你看，要你爸爸不跟你说这个，你都不愿意。照样做呀，这么好玩的事情。你看这次就积极一点了，好积极是不是？我要你们下面。这个草点不到。怎么点不到嘞？你都怕他嘞，不是他怕你，你怎么点得到嘞？你那个不要动，你不看人家怎么弄的吗？不要动，你不动，你不要在那里动来动去，你动来动去了就点不着。为什么他爸爸一点就着？哦，好亮好亮，这个火快灭火！就那里啊，就那里，就是爸爸就走呀，大把了，对，哇，好旺啊，好旺啊！祝我们的2024年越来越旺，柴火不够啊，对呀、啊，就他们捡柴火，他们三个小朋友继续捡柴火，这可这么大。小心啊，有刺的！哇，捡这么多啊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嗯 ，OK， 好 ，OK， 完美。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会刺人的，刺的满身都是。继续捡柴火啦，继续烧。那能不能开上去？哦，给它上去了。哎呀，这个飞尘，嗯，继续，继续。哦，红薯就放下去了。你这个红薯，我感觉会扔吧。看着来吗？我大烟，出锅出锅，挖一挖，全部把给它挖出来了，好烫哦！哇，这个那干了，都闻到那个焦味了。挖出来，嘿，看一下这个红薯熟不熟？哦，熟是熟啊。搞这个手剥怎么剥啊？全是烫的手上，感觉除了这个皮之后，就肉没多少。那红薯太小了吗？香，非常好吃。重点戏来了，我们的鸡，啊，三个鸡。首先，我们要先把这个泥巴给它挖出来，也不是泥巴啊，它是我们烧的鹅卵石。石头。这个石头可热了，1000度有没有？挖出一个大坑。啊，三个鸡，这个打横的只放，够不够石头埋？把沙子埋在上面，保温保温。上面又再加一堆火来烧一烧。嗯，星星，这次肯定熟了。嗯，看一下小黑鼠，好不好吃？感觉还行吧。不用，让它烧完，就这样子。啊啊啊！搞了什么？没有，他那个爆，那个石头烧酒爆，不要太近，远一点，远一点，吓我一跳啊！西西在这里搭帐篷了，西西你会搭帐篷吗？这不搭完了吗？死鱼，上次你都没弄。阿姨，就死鱼、啊，那有死鱼，一条、两条、三条，啊，真是，那里还有一条，拿出来烤吧。为什么会有死鱼？上面还有一只蚂蚁，死鱼上面，风景还可以吧？现在是等吃的阶段。西西，你们玩的是什么东西？三国杀。哦，三国杀是吗？玩一局三国杀，几局三国杀，等一下就可以吃了。现在他们又搬到这个帐篷里面来玩。哎，
上面还有个灯。我的极速逃脱啊！我讲我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挖窑机了，挖窑机了。现在准备，我们要去开窑了，小心点挖啊！你们像考古专家一样。窑机，那是烟味。还烫的，你用手去拿，乐师姐。拿去短路了是吧？还拿手去拿炭，考古挖掘，现在已经挖掘到，看到两个了啊，看到鸡了啊，马上就可以出炉啦，差不多了，上面的可以拿出来了吧？出来了一个，哎，怎么露出来？我们的西西，对，OK， 哎呀，哎，它烫到你了。烫到我，OK， 又出来一个，还有最后一个，又准备出炉了。现在可以去搞篝火了。现在吃了再说。你那棉衣好了。OK， 三个完美出炉。有那个什么东西？看，有烟花，等一下就跨年了。我们这里先那个，先吃了这个鸡，等一下我们也去买烟花，要不要啊？必须的。好，两个人一只啊。每个人都可以吃到一个鸡腿跟一个鸡翅。等一下，我可以吃多点，因为我妈晚上很少吃，我可以吃多点。你可以吃一只，你妈吃一个腿，剩下都是你吃。等下我要放了，再吃。好吃好吃，这个有点点不熟啊，感觉。哪里不熟？血都没有，还不熟。你这个鸡腿吃的，吃的很。对，哎呀，李姐，别那。为什么难吃的？OK， 那就这样吧，这样。这个鸡腿，乐乐，那这个鸡腿给你吃。不吃，不吃，笑死了。直接把那肉扭，对，扭一下。扭。OK， 终于拔出来，拔下来了。他们说要这个篝火。星期一。哦。起了。舞跳起来！来，每人抽一个。然后你们要玩的是什么啊？唱歌。青蛙跳野人舞，你跳野人舞的，你是什么？青蛙跳，围着那个火绕一圈就好了，围着那个火跳一圈。加油！野人舞了，野人舞是什么舞？就像野人一样的舞，像你刚才那里啊，跳就把刚刚那再跳一遍啊，行啊，学霸，你飙车。三层飙上三，二层飙上二，一层飙上一，学步也学起来。来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要听看到我们视频的有生日的就祝他生日快乐了。游戏什么？学青蛙叫。学青蛙叫。看下星星的是什么？换一下，猿人叫，是猿人叫。那你们是什么？跳舞，来给你吧。跳舞，来。你们还可以换的是吧？哎，可以。哎呀，不错。大家准备鼓掌啊！好。可以。辣辣的青蛙叫，呱那也是吧，大概嘛。挺像的啊。